那我们讲到，如果你愿意从头将来观察逆推你的十二因缘，当你退到行，当你退到你的行为内心的反应生口意的行为，当你退到这个点的时候，不要肯定你自己这个是对，我们人就是肯定自己这个是对，就会肯定我这样想哪有错，我这样说哪有错，我这样做哪有错。当你看到这个烦恼相状，你推推推推到回去到这个行的时候，不要背着自己的良心，昧着理呀，昧着自己的真实毕竟空的道理跟缘起性空的道理来肯定自己的这个是对。人就是一直肯定这个对，所以起都起就固诶。坚持就要坚持的不放，认为这个就是对，一定的对，对属于你而已，实相中不是对跟错的问题。同学这样知道意思？所以呢，我们如果推推推推到无明这个点，让自己回到定当中，把你这个行暂时都放掉，把你的身口意跟意识放空，从这里进入到无漏，不是造作的，你就要知道你现在的任何的思任何的想，这个不清楚的这个无明，就是幻，自己幻幻化出他所有的一切，把这些幻化看明白，身口意所有东西，这些我刚刚认为退回来到这一点，这些都是虚幻，是空花，把这个幻指认之后通通放下，放下这个幻，放下自己的对，放下自己的错，放下别人的对，放下别人的错，然后这个时候就会让自己进入到无漏定当中，一直这样子，一直这样做，终究就有机会去看到最真实的的明白。我们在讲啊，如来藏，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清净的这个觉性，那清净的这个大光明的觉性啊，它所有的一切可以变一切，但是你有过去无明的恶习，而那些种子一直在，所以你每次都要去找过去的那些种子，来作为你现在万有当中现起的一个根本，这个是一种错误的模式。所以在修行的过程里面，不要循着过去的路线这样去思索它，这样去认知它，你要用新的空的，空的跟新的来看所有的世界。你练习这样做，你就会发现你不被自己的过去所绑着，如法如律，这是世尊所教生活起居的基础。那在这个之余，所有的一切想法保留用空的正见，就知道这是缘起哦，这是因缘法，这是性空，这是没有是非的。当我读是，它就会变成是哦，当我读非，它就会变成非，所以我不应该用读是非来看这件事。所以你不要用你阿赖耶识
藏式里面所有的东西来现起万有，不要结构它，用你清净的大光明藏来面对这所有一切，这样子你就能够进入平等里面，就能够看一切无差别，也不会起那种期待心。当你有期待心，就有生灭嘛，升起了一个期待的理想嘛，对不对？那经论里面告诉我们呢，染缘现六道，净缘现四圣，也就是其实清净的大光明藏，它没有是非。但如果呢，你一念不守真如啊，你循着你过去阿赖耶识里面的经验，你这样来认识诸法，也就是升起万有啊。那这样子的状态之下，你就有了某一个路径。那这个的答案，最后累积的答案，你就是在某一道里面，对不对？因为你用染，因为染了才用净要来出，于是又要变现四圣。其实是因为染，所以才有净这个对话。如果你能够保持清净的用大光明真如啊，清净的真如啊，不是虚妄的，这样来看待世间的所有一切，就没有无明这个名词的存在，也就是无明啊。既然没有无明，就不需要谈无明的尽头不尽头，因为觉性是变一切的。来，现在再测试一次，同学，这是什么？很明白，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的距离，叫放大镜，对不对？这很明白，这叫什么？打火机，喷枪，因为它什么样？很明白，对不对？这是一个造型啊。这叫什么？那答案叫经书，因为放在这里叫经，它正确的名字叫书。你有看到经这个字吗？来，你们有没有看到经这个字？没有，所以你为什么说经书？造型是经书，这个合理哈，对不对？如果我今天不是拿这种折页式的，它的答案就叫书，对不对？这是哪部经？不知道就不知道，不知道就直接说不知道，记得吗？如果你家里也有一本长得跟这个一样的，你会怎么回答？你就会说你家里的那部经给他名字，对不对？如果你家里有一样，你是不是会说这样？答案是错，同一个出版社而已，用的同一张皮，不一定是同一部经。我们人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好，这边看得懂字吗？大佛顶首楞严神咒，是不是就是明白？这明白就说明白，不要不明白，假设明白。同学现在都会了，这个就是让你保持明，而不要不明，要抢说明，这是基础，对不对？同学，这什么？你怎么知道是香？看到造型，
这叫盒子，叫纸盒，然后附注可能是装箱的盒子，对不对？我里面放铅笔呢。是不是一定是香的盒？不一定。所以他的答案是什么？纸盒子。但常常这种纸盒子里面装什么？下一个问题，常这个纸盒子常常里面装什么？香，常常装香，所以它可能是香的盒。如果我回答同学这是什么，你回答香就是错。你看到的是盒，为什么回答香？有的人是不是这样回答？同学这是什么？有第一次如果我拿这个东西，你一定会回答香。它跟香有什么关系？你看到香了吗？没有，你看到盒，你不是看到香。如果是看这样，同学这什么？对，这叫香盒，里面有什么？卧香。这是第二个问题，答案正确叫卧香，因为它写惠安藿香。我问的是里面装什么，我不是问你这是什么。同学，如果你今天叫任何人进来，同学这是什么？香，相共，这是盒。香是装在里面，你看到的是盒，所以它是香盒。无明就是这样来的，你懂你无明是怎么产生的吗？当你走楼梯，一个不小心，一脚踏空，你会怎么样？那里面也是有无明跟无明哦。当你一脚踏空，习惯性说“哎呦”，那个没有是非，那是没有是非的。哎呦，心里是空的，是静的。那如果说你在这过程里面一个踏空，抓他，哎呦，那真衰，中间就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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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走下去，身口一动，这样听懂？那这个就是，如果你一开头没有无明，叫无无明，就不用谈无明尽，所以无无明尽，也就是你保持你清净的本觉，在所有一切里面，大光明当中，清净当中，实相明白，不隐不惧啊。接下来，那今天呢是要跟大家介绍啊，《华严经》世尊对于十二因缘的详细剖析。那相信呢，如果自己能够阅读啊，就是藏经或是一些主要经典的同学，这些一定是不生疏啊。那在《华严经》里面呢，就是菩萨的对话。这个菩萨摩诃萨他自己心中就了解了，因为世尊开眼了很多嘛，他说啊，三界所有唯是一心，其实你的轮回的开始就在每一个刹那的现在，所以如来这么慈悲，不管众生什么根器，不管用哪一个点去切入，都是如此的明白具细迷疑的，所以作为一种解释，所以如来在分别演说十二有知的时候，也是依一心而立的。那这个一心讲的就是众生心啊，这是众生心。那这个一心讲
为什么十二缘起，十二因缘会成立，是因为众生已经迷失了，所以这已经是一个成立了的事件，也就是成立了无明根这一件造作的事情。所以这些是怎么来的？何以故？随事贪欲与心共生，其实就是在世间随着现起的所有一切事相里面呢，这个心啊，就是这个意识跟这个事连起来的，所以啊，这个外界的一切跟这个心有了一些运作的关联性，所以心是事，事是行，在这件事的发生的现场，其实就是已经有了行为，也就是你有反应。那你的意识呢？啊，就是这个意识存在了。那这个事如果往前推，就是过去的资料库阿赖耶识；如果是现前的话，也就是借而一心呢、啊，无明的。这个起惑的这个当下，这里面呢，世尊讲很明白，于行迷惑是无明。其实我们要能够懂得自己无明起惑造业，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根基的修行人才发现得到。所以一般都是在于自己已经行为了，甚至有了结果了，有了苦果了，才会反推回去嘛。这就是顺观。你就看一路走来，其实你茫茫然不知所以然，就已经跑了好远好远去了。所以都是在行的时候，你要反应的时候，其实看不明白，看不明白反推回去，其实我前面是不明白的，其实就是无明啊。那这个与无明即心共生是明色，也就是我们这个不清楚的这个基础点，然后这个心的意识连接起来了啊，这个就是身跟心明色未完全明了之前，其实就是心色。那这个心色呢，明色增长是六处，那这个明色完全发展到我们每个人独立的个别功能，那就是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也就是六处。那六处三分合为处，这个六处眼耳鼻舌身意，它三分讲的是根，就是里面的根，外界的尘就是事，事情的事也就是尘，然后跟着我们意识的事，这三个合起来才会称为处，缺一即不完成嘛。你缺一，你没有根，外界的事你不知道，比如你现在在那里睡觉，那有人走动，如果你睡得很沉，他所发射出来的声音啊，或其他的一切达不到你那个警觉的线极限，所以你还是在睡着，所以你这个根不动的时候，外面的事那等于没有发生嘛，那意识当然也不产生反应。所以呢，这个六处三分讲的是根尘跟事合并，三个都有一个接触点，合集起来的时候就完成了第一个接触的点，这个是处。处共生是受，而这个处呢，完成起来之后又发展了，因为这是一个人为基础的法嘛。世尊所说的佛法并不是为所谓什么而说，都是基础于众生有情事的众生而说。所以呢，处共生是受，那主体上的这个觉受，其实这是纳受的功能。那这个纳受的功能在这里能修，其实也就能做了某一些的筛选跟隔离啦。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要清净受，那么前面就是无明就会不产生迷惑。那你慢慢宁静下来，它最后也能够厘清。但这个受呢，基本上是主观的纳受。受无厌足是爱。所以你这个纳受的当下，无厌足就是对于苦乐有了某一种与自己的关系法结构起来，就产生了我所啊，这是心心所，也就是与我有关结构起来一个人啊，这个为基准的思考模式跟那个主观的纳受的解释，这些出来之后还增长它，你自然的加码它，你把这个上面呢有一种比较
明确的一种分别，那这个时候呢就无厌足咯，这个上面就会有一个持续点，你想再持续一下，持续一下，好，那这个上面就产生了爱。那这个爱呢，如果你能够及时回头，那也无妨，问题是爱舍不舍。那这个爱呢，很容易让人家产生一种自然的依附啊。那这个依附呢，黏着的时候，你没有放空它，这个时候空的道理并没有现前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自然放在有形与无形当中的一种取啊。有的人呢，你会有某一种念啊，这个念呢是无形的，其实也是取。有的是采取行为上的拥有跟自己的关系啊，取要与不要也是叫取啊。这个就是爱舍不舍是取，彼诸有之身是有。当你有取的时候，当然就是已经完成了某一种完成嘛。啊，这种完成那就是有它。具足相状或非具足相状其实都是有啊。你现在有某种感觉，有种情绪，这也是有物质上的跟你的关系法，那你念念不忘也是有，对不对？把它摆着，然后这种关系法的确定也都是有。有些时候呢，你会说啊，这是他的啦，心中呢有点小遗憾，你有没有？有，你有他众生相，还有自己心中的小遗憾，这不属于我。所以关系法里面虽然不与我有产生直接的关系，但是呢，在精神上它已经是有了，而这个有也是一种无形的，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有所起名声，当这个有现前完成的这个开始的一点，就是叫生。那这个生熟为老，它中间会产生变异，这是一个生住异灭的世界，无常，无常就是它真实的相状。所以呢，这个生呢，它会变异，变异的过程里面就叫老，老呢变异到它会终究会回到一个极灭的状态，老坏为死，这是《华严经》里面的一段。这是非常明白嘛，相信同学这个做整合哈，应该对于十二因缘呢，起自己在哪个地方懂得回头，那真是妙啊。那如果不懂得回头，那真是冤呐、就是这样而已啊。修行呢，世尊是观十二因缘，然后所有的缘觉都自己能够醒察，顺推逆推十二因缘而自悟，有佛无佛都无所谓。基础上你可以去看到自己这个无明，那之后呢，能不能再完成所谓发菩提心啊，救度众生等等，那倒是另外一个主题。但基础上，如果你这个原点都没有破除，这个根本无明的话，要加紧努力啊。那这里面呢？接下来就是世尊在解释这个十二因缘法，它彼此左右的互相关系啊，每一支都有两种业，这个业就是作用的意思。无明有两种作用，第一个令众生迷于所缘，也就是你不明白的状态，那你对于现前的这个啊所缘缘的这个东西弄不清楚，所以无明它的作用就是。你弄不清楚。第二呢，与行作生起因，你不弄不明白的时候，你又惯性，这就是人的习气，它有个惯性。那这个惯性呢，就会跟这个行绑在一起，你就直接有反应，采取行动。因为人不能忘记我，不能丢掉我，只要现前的，就马上会有某一些的反应啊。那这些反应，采取行动与非采取行动，其实就是表于外。或不表于色，其实都是心，心是非常非常细的。那所以呢，这个无明它是这个作用啊，就是你所缘的一切不明白，然后跟心绑在一起，就马上成为心的因。所以修行人不要太急躁，
知道啊，要有定的功夫，就是重复重复再很多次啊。有的时候你会看呢、啊，有的修行人一句话，叮一下他就跳起来了，有没有？啊，自己被人家叮一下会不会跳起来？哎，会跳起来就知道破稿，是不是？这是诸经里面是不是都在讲，我们就心如这猴嘛，对不对？就很容易就是躁动啊，这个是说的非常非常之贴切啊。那行呢，还有两种作用，就是每一支都这样啊。行啊，有两种业，第一个能生未来报，你既然产生了行为，那行为它不可能就在中间这样，就空在那里呀、啊，对不对？它一定会有一个完成式嘛。所以你既然行为，它一定有答案。那这个答案当然就是下一个行为。你现在伸起手来要打人的时候，它一定有一个答案。那个答案就是打下去或是没打，对不对？好，那你打下去是不是有答案？生气在对方，没打，重伤在自己，是不是一样？都是有果，但哪一个果比较好？大家会选择哪一个果比较好？看你自己做选择题哦。你既然行了，就是有果。那你说，哎呦，手拿在这个上面，不太急，不太急，哈哈哈，哎，空了。这个无名不圆行，这个行的过程里面就已经造破，你就造破啦，你就没有完成行啦，你就看不到了自己这个无名啊。手放下来，哎，擦桌子吧，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就是这样，它有个作用，你如果完成的话，它就会产生报嘛。那第二个作用就是与事作升起因，你既然行的时候，其实你的事是支持你自己的，你根本就不用去谈无明其他的东西，其实你的事是支持你自己，你才会这么行，所以它跟事当中彼此会互熏。这个行有的时候是过去的无名习气嘛，拉过来，可是这个事还是支持自己啊。你就发现你自己真爱自己，保护的密不通风，是不是？很多都是支持自己的，你会有多少机会就觉得，嗯，我可以一切都接受，然后一切都无为，那一切都平等。你有多少机会是这样？可能近期修行的半辈子，这种机会还没有几次嘞。一般都是哎，无啦，不是安尼啦。啊，这个事是支持自己的，永远支持自己，他不大会支持别人，因为是自己的情事，有情众生的这个事是支持自己的，这就是唯我独尊呢、啊，对不对？大不大？好大。的无名，这个行的作用。再来，事有两种作用。第一个，令诸有相续。你看他这个事直接跳到有相续。为什么？其实事存在的时候，你就有受嘛。受以事为体哦。啊、哦，那因为你有受，你一定有受，所以他有受之后，一定。有形无形当中，内心已经存在了某一种存在，只是这个存在它是所谓细象的若有若无啊，或是很具体的有某一种你认同的存在，可是都是叫做有啊。所以这个啊，这个事啊，会让这个有相续，也就是这个事出来之后，你就一路一贯一直走下去，因为你的名色。本来也是存在呀、啊，你的身心的现象，就是你身心是具备的啊，所以它的第二个作用与名色作生起因，你的身跟心的这些运作都是以这个事来作为一个依凭嘛啊。好，再来，名色有两种业，它有两种作用，第一个是互相铸成，也就是彼此会有一个关联性。身心很难分得开呀、啊，同学，我们来讲生病好了。你修行到某一种程度的人，知道四大假合是空啊，
所以他对于病体病相跟那个病的觉受，他可以自然是了解这是无常。你接受无常，同时接受这个病所产生给予你的这种直接的感受，像这种不产生到烦恼相，而是单纯的痛、饿、痒，它不产生其他的杂思杂想，这个就是正观这个受，而是停留在原点，这个原点的受，对不对？但是人呢，是很难去拨开身心的。哦，好痒哦，痒得这么痒，哦，怎么这么痒，痒到骨头里去了？这个时候起了不一定是很大的烦恼，但是会对于痒怎么样的一个解读？他说：“痒啊痒，在你上啦，看你要安怎。”有人会这样啊，看你要痒到什么时候，然后痒到皮皮抓皮皮抓，好，还是觉得很平静。那这种人修为是不错啦。但痛呢？痛又是怎么样呢？我跟同学讲一个故事啊，有那个男生啊，他们现在都五六十岁的男生，他说哦，他有个记忆哈，很强烈，所以他很难修。然后我们就问他，你哪个点过不了？他说我们小时候，那个家族里哈，堂兄弟一大堆啦，大家都到底呢，什么叔叔伯伯的啊，男生就男生一起玩，女生女生一起玩。他们有一个游戏非常的残酷，就是叫表兄弟哈。比如说你这小弟哈，把你不是五花大绑啊，四个人把你四肢压着，然后其中再挑一个人拿那个鸡毛，烧他的脚底。他说那个记忆啊，他说那个记忆是痛苦的，一开始觉得很好玩。很好玩，很痒，他会一直笑，到最后他觉得要死了。我们一般痒只有痒到某种程度，对不对？痒到某种程度，你会去抓他。他们不是，他们的游戏就是四个人帮你四肢绑着，就压着，然后烧烧你的脚底，烧过来烧过去。这一辈子到他五十几岁，他说他对痒这个东西，一有碰到痒的时候，他都觉得要死了，他觉得那是很难忍受的。还有一个男众，他后来学佛的时候，他过不了痛这一关。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二十多岁当兵回来的那一天，背了背包哈，下了公车。那下公车的时候，一不小心啊，可能是背包的袋子还是什么啊。就是卡在这个公车的门呢、啊，这公车的门关起来，那是一个死角。这个死角呢，这个背包是背着，这司机没看到他，于是就这样拖行，就这样拖行。啊，这拖行哦，就路人有看到、哦、这个公车的门呢、啊，这个背包挂着，然后那个男孩在地上这样拖行不几百公尺，然后这个车子被拦下来。再把它打开，它全身、哦、就是触到地面的所有的皮跟肉都没有，只像白骨，不是白骨了，血肉模糊。那个痛是他生命里很没有办法解释的东西。可是他没有昏倒，他是痛的，觉得他可以死掉，想要死掉。那当然啦、啊、叫救护车就送医啊。他花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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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间，然后当然就很多很多的那个所谓的复健吧，才把那根皮啊跟那个肉慢慢的长出来。那这个上面呢，他对痛的这个点，他说他再怎么修行，他只要碰到一点小小的痛，他就整个人完全硬化到如僵尸一般。所以人有些时候会有很多事的东西，会有很多名色的东西，它是没有办法分得很开。
要进入很深很深很深的经验值里面，你还要有佛法做辅助。如果你的经验在前，佛法在后，那个经验比较大，那经验很大，强大到佛法变成文字在飘。如果你的佛法在前，经验在后，那还可以举证，还可以拿来这个经验的之后，佛法在前，他可以去佐证它，他可以去慢慢洗涤它，虽然痛到一个极限，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这个名与色，它中间呢互成，它本身呢会有一种很自然的结构。那这个名色的第二个作用是与六处做升起因，因为完成就叫六处，对不对？完成了。那六处有两种业，眼耳鼻舌身意，我们把它分开。其实前面好几堂课之前，我们对六根的羞耻，每一根一根一根都有细节。但说实在，人其实是在各自的境界中自然融到其他境界中。我们当时有举例啊，对不对？那你有些时候你各自能取这个境啊，它有两种业，就两种作用。第一个各取自境界，第二与处做生起因，它会做一个整合，它根成事，它会做整合。这个六根有两种的作用，第一种是各取自境界，眼能够听眼能够看嘛。好，那你每一根每一根规范出来，它个别规范出来是不是有它的作用？但是呢它又会整合到意去嘛。所以呢它第二个作用是与处做生起因，它会成为眼耳鼻舌身意，它会做整合，然后会有很多讯息自己无限的会做串联。啊，这个人的精细到这个程度，就是他的串联是毫不用经过任何的所谓科学仪器或是任何的什么的引导，都不用引导你，你就自然会做串联。这个就是太厉害的地方。所以你到底是对于自己这么高能的这种动物感觉到自豪呢，还是很遗憾自己这么的有能耐？是不是有的人说，哎呀，我真想我笨一点，我不要反应那么快。啊，有的人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反应这么快，所以我们是人最高级的动物啊，对不对？有的人说，我真不想当动物，我想回到植物或回到矿物啊。啊，这个上面呢只是说啊，这个六处啊，六根啊，它的作用实在是太敏锐。所以修行人呢，上次有讲啊，同学，这个根与根之间你要都了解，你要去解析你自己，那你如何要全面性的去降低它的敏感度，但是又保持它完整的作用。那这个敏感度不是所谓情绪上的敏感啊，那我们人常常是在敏感，就是说它的机用，就是它的功能之后中间啊，就是加上自己的解释，那用较量，用自我的较量来取决于悦己意或不悦，也就是违逆己意，这就是最麻烦的啊。那如果说你想要去感受到一些所谓平等的话，那么你就要全面的去接受所有好与不好的东西。那一般修行人他会在这上面有一种反观的作用。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不同而已嘛。那如果你在冷静与己关系法啊有一点距离的时候，好与不好似乎还能够同存于理啊，这个道理还存在。当有一些真的关系法很密切，而且在自己很强烈的主观意识之下，好与不好却让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浮动，对不对？修行就是要修这个。所以为什么常常讲说你要修行的话，干脆你直接从第七意识平等下去着手，你不要起这么多这么多的层次上的分别，那你不要起那么多那么多的所谓阿谀奉承自己的行为。我这样讲阿谀奉承自己，同学同意吧？
是真的，太爱自己了，太爱恋了，阿谀奉承自己太多。好，那再接下来讲到这个处，这个处也就是合并，合并的连结作用。这个处有两种作用，第一个能源，能处所缘，也就是你发生了你的作用，对现前的这些东西呢，就产生了你的认知了知啊。这个只要根尘事合并起来的时候，你就完成了有意识行为啊。所以它能处所缘，可是这个处呢，也可以清净啊。你如果加上了执着爱恋的话，那这个处就不得了了。那如果你没有的话呢，我们前面有讲，你不可能离空嘛，你不可能在空中移动，纵使你在空中移动还能够感受到风啊，还能感受到温度啊。所以你站在地上，你四肢一定有触，你穿上衣裳皮肤一定有触，你与物品之间的接触点，你进食一定跟碗跟筷子跟食物有触，你跟人之间的运作来讲，一定有借由物品啊，这个有触点嘛。那这个是指这个物质上面的触，还有所谓精神上面的触，那就是那种认知啊，对不对？那个认知会让自己在这个所缘的一切境里面有自己的，有自己的感触。这个叫强烈的有感之处。所以很多人说我感触很深，对不对？那我今天感受怎么样，我感觉怎么样，我怎么样怎么样的感呢，这个就是这个处。那你的有的人说你冷感，你一点都没有办法感受咯，你很冷。这个可能是所谓修行过的，要不然就自恋狂，其他外界与我无关。那这种是说对外界的一些冷漠。那有的人是因为他修行过，他在这上面已经是净化过，那这种触是触上面的一些议题。那第二个作用就是与受作生起因，因为你触之后加上自我意识啊，这个就是以事为体的时候，加上的解释是不是就是受？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有意思的点。如果触有了之后，你就有受。那有的人是不是接触了之后就没有什么感受？也有这种人接触了，那他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是修行过的人，他这个受是平等的，所以他不会特别去记忆他。那有一种是所谓比较无知的状态之下，比较无知的状态之下，他对于这个触有像没有。那你有像没有，你认为说啊，这个就是一个超人啊，或者是说一个什么，那倒不尽然。小孩子，如果你家的小孩他的这个智能上面呢、慢半拍，慢人家个一岁两岁，你会不会起小忧虑？你可能想说哎呦，这智能不全啊，发展缓慢缓慢啊，就是发育缓慢啊，对不对？该会晓不晓啊，该会晓应的不晓应啊，你会不会很开心？哎呦，大家给满题。你会不会很开心？你不会很开心的啦。而且还是哎呀，大智若愚，人家用大家给满题大智若愚来安慰你的时候，你还是隐忧的。是不是？所谓的修行是他曾经达到作用力的高峰，然后再进化。所谓修行真正的智慧是他有作用达到高峰没有关系，但是他进化不产生烦恼也不造作，那这样子就叫修行。所以修行一定会从哪里开始？一定会从造业开始，一定会有造业。所以没有天生的世家啦，这是实话啦，对不对？好，那这个上面呢跟受作生起因嘛，这个处。那这个受有两种功能，第一个是领受爱憎等事，也就是你能感触嘛，你能接受嘛。所以你那个受里面呢，与自己的分别
啊，当了别是所谓清净嘛。啊，如果分别用分别来讲，就是有了一个分野，那一定有个别的主观认同的东西在里面，会解释它这个比较好，比较不好。如果喜欢这个，我不喜欢。所以呢，这个所谓爱憎的这些都能够透过这个受而去做直接的啊，你会给它分开这个属性跟答案，那储存在自己的意识里面。那第二个作用呢，就是与爱做升起因。当然呢，这里面很直接的，对于越己意的，当然就是产生所谓正向的。我正向要迎合他，这样就叫爱了。我背面，我要想，我不想迎合他，我想要离弃他，弃离他，就叫憎嘛。其实它是一样的道理。那我们一般对于憎来讲，内心的东西转移或离开啊，转移如果没有造成极大的伤害，在取决的时候，你会放弃决定，放弃那个行为啊，会放弃的比较多。那如果爱的话，会极力去争取，都会极力去争取，因为这是让自己可以过得好，心里比较好，物质比较好，所有一切比较好的一个基础理念。所以这个是讲受的两种作用。那接下来讲爱有二种业，就是爱它有两种作用。第一个叫染着可爱事，对于这个没满足的这个点呢、一直在那边闪着闪着闪着，其实你的心呢、已经放着了。你的心既然放着，它没有灰，就是没有消融它，也就是有染的状态。那你说，那我该做的是？应该做，可是你不起烦恼心，你会去完成它。这个就是叫正观正念菩萨行，因为你没有烦恼，你知道这因缘，你该这么做，那么没有期待心，一切随顺实相因缘，这就是修为。那如果说这件事情你一直放在心上，产生了一个极大极大的忧恼的情形，这种就是叫染着，这就叫染着。虽然修行人就是有也好，没也好啦。那对于啊，这个可能完成的，不期待它，那你会随顺因缘去完成它。这个就是一种本身的积极的态度。但这个积极并不是强烈干预跟要求，这样子就做该做的事情。那这该做的事情并没有所谓为一己或是什么样特别的目的。那第二种爱的作用就是予取做升起因，因为你既然内心有这样子无形的这种冲动，无形的这种动能在引发的时候，你当然就会去做一些正向的行为嘛，所以他就会采取行动，这个是爱的作用。那取呢有两种业，也就是它有两种作用。第一个是令诸烦恼相续，你既然取了能永远存在吗？不可能啊。它会永远是这个样子吗？那个妄想啦、因为这是无常，是实相嘛，对不对？所以呢，它会让烦恼相续，取了之后你会怕失去，你会不会怕失去？会啊。话说有一个师父他是四处弘法，他这个信众他住在山下，他这个信众就看到这个师父那弘法回来很晚了，坐了公车噗噗噗噗噗噗回来回来之后呢，背了背包，拿着经书，他就慢慢背开了，因为他住在山上，他那个阶梯好几百阶他就慢慢慢慢这样上去越来越老了。越来越老了下雨天呢打了个伞台风天呢穿了个雨鞋雨衣就下山。但是下面的信众就看了这个师父这样子很是赞叹于是就帮他买了一辆奔子双逼的轿车。然后就跟那个师父讲师父我们车位也帮你备好了，刷卡这位这位就是你的，这台车就是你的。师父你做你用，我看你这样不甘啦。信众就跟师父这样说，师父就说
啊，不过开车较忝呢。啊，我坐车哪念佛啊？啊，开车爱立爱去加油呢。啊，若无拄好，还阁立佛单。哦，啊，恁的好意吼，好啦好啦好啦。所以讲，师傅你都爱用啦，你就是要用这个车。啊，妈妈靠气牌。师傅讲，啊，出家人要气啥？啊，是要安怎？什么叫做气牌啦？啊，这师傅就刚来改用，啊，这信众的反正都买好了，就放在遐。啊，这师傅吼，有当啊落来看，师傅车会发动啦，所以也唔敢乌白教人，一定教师傅尔。车你也无发动吼，久都未发啦。这师傅好啦，就甲发动，开一阵，有当开去创啥，转来就搁歇落，歇在遐。啊，即马有当时啊，时间也较有够，师傅搁走去坐公车啦。哦，而且信用啊，干嘛呢？气不过这个师傅的。